最后一道数学问题。有吗？我们要一起玩开始啊？什么时候开始？那跟我们一起玩就用到了。好啊。Thank you.
镜头哦，一、二、三 ，Cheers。圣尼格拉女校办学宗旨是创造一个以基督教义为办学中心的社群。学校成员的任务在于通过饮水思源、姐妹同心、互相敬重、发挥潜能、富有创意、国学巧用等途径，落实真诚、正直、自由及博爱的学校价值观。教育思维模式侧重于从学生的需求为出发点。学校既注重发扬东方优良传统，又兼顾传授西方科学知识。除了采取中英并重的教学方针之外，更致力于德、智、体、群、美五育的培养，以期达到全面教育的目标。圣尼格拉女校也通过精心策划的课程，培育学生成为温文尔雅、高贵大方、谦恭有礼、入得厨房督促的厅堂的现代女性。